这海神今年邱子轩跟吴晓晶都有不错的发挥。对，当然你在场上的时候，你是要能把握住。好，艾德投进了三分球。东京特工今年是特别利用两支啊，都是欧陆的选手的，让我们见识到哇，这一球应该是左手的一个推人的动作，没关系，场上还是给了一个阻挡的犯规，给了一个 N one。 海神队五十三分，相当坚决啊！两分计算，加罚还是保球。那目前的超杰王是台啤的杨将大胜，场均3.2超，而且大胜最近才改写了 T1 的单场超杰纪录啊，单场8次超杰。这个加罚没有罚进，但篮板回到另外一的手上。艾德底线三分球弹进，一颗星啊！对，投一颗星。 不过艾德得15分了，平了T1的个人最高。好，拦下艾德，88星，在游击区的抛投没有，艾德抓到篮板，攻进2分，已经破他个人的记录，应该有30分钟，他的手已经没办法举起来，累死了，手都放在膝盖上。哇，艾德这个3分对中信来说太重要了。 剩7秒，就应该发动，往里面带。这一次曾文鼎防守是成功的，金恩，球找到艾德。